我在殿下心里到底是……你就是个大笨蛋！阿英，你先别说话。他昨夜没来赴你的约，并不是痛恨男人，而是他约了别人。什么约了别人？阿英女君，我不知你是听了何人所言，我又约了何人，还请明示。 你当真是要我说出来？说出来让大家都难堪吗？那你的意思是你说不出来了？难道是昨夜喝多了酒？为何只有一些模糊的片段？他到底是和谁在一起来着？阿英姑娘，我家殿下昨夜伤透难消挨了一夜，可不能就这么被你空口白牙一句话毁了清白。你要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请立刻向我家殿下道歉。我当真是看到了。 我不知是哪里得罪了这位安女君，没半点实证却言之凿凿纠缠不休。可是我也不能平白受此污蔑。安女君，你可敢立剑心誓？将手放上来，此事可剑心。你只需说出看见我时情形如何，但凡有半点生边乱造，那你便受那焚火灼心之苦。哎，阿姨，华叔殿下。 这剑心咒其实随随便便就可以用的，你别乱来了，阿姨。什么叫我乱来？我真的看到了。你不相信我？好，若是不相信，是我多事。阿姨，华叔殿下。 阿英或许是可能看错了，但在这种事情上，他从没有撒过谎。